主料，鸡翅十只，柠檬叶三片，辅料姜、蒜、油、料酒、盐、鸡精、生抽、生粉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十分钟内，用餐人数一到两人。鸡翅洗干净晾干水，表面化刀，柠檬叶一片切碎，另外两片用搅拌机打碎备用，蒜用搅拌机稍微搅拌一下备用，不要全碎。鸡翅加入适量可乐浸过鸡翅面，加蒜姜少许咸鸡精，适量生抽，搅拌均匀，捏两个小时，蒜姜柠檬叶榨出香味，下鸡翅煎至七八成熟后，倒入可乐腌制，煮开后改中小火焖五分钟左右，再撒柠檬叶翻炒均匀，焖片刻少许生粉，加水搅拌均匀，倒入锅内勾芡即可。烹饪技巧，柠檬和蒜味浓郁，比起一般的可乐鸡翅好吃多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